太阳的升起啊，日升日落，你都感受到太阳对我们的恩情，你就不会掉以轻心的在太阳升起的这一段期间去浪费时日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太阳今天升起，明天还会升起？对不对？谁也不知道。你说，哎呀，别吹牛了，太阳今天会升起，明天还会升起，我先告诉你，这是一般人的想法。但是今天太阳升起，你没有好好的把握，身心灵光明面呢，不是在身体看到太阳，那心有没有看到太阳？灵魂有没有太阳的光明？但是你今天的掉以轻心，会导致明天可能的身心灵不能够接触到太阳，是你自己的例子，或者是你自己的经验，还是别人的例子？你去找，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你说太阳这个东西还不能接触的，哎，有些人可能生了什么病，他不能照太阳，照着在太阳下照，啊，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的，所以导致还不能看到太阳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啊。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。太阳啊，如果它的热情，它的温暖，它的有100个好。刚刚我们说要记得你的好嘛，是不是？这会儿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多去品味太阳和我们之间的互动，和太阳可以给我们所带来的一切的？因为要记得你的好，那你记得太阳的好。你记多了，你的感动就会容易了。有了感动，有了太阳，有了超马，我跟你讲，这世界跟你以前看的不一样，转得更加生动、温暖、幸福，是不是？那过年的那些好事，春年了，全部用上都可以，不为过。所以每一天呢，太阳升起，太阳落下，如果你心中啊都有这个太阳，你就会发现日子越来越光明。因为你把它当回事，你会发现，我问你啊，农夫这个太阳一升起没多久它就夏天了，为什么？及时啊，把握要及时，是不是？那你不知道这个的重要性的时候，那可能就是随便啦。今天啊，明天还会在今天日升啊，明天有日升啊，紧张什么？那如果农夫都是这种心态的话，怎么会有农作物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咯，追着太阳，对你、对我、对他都很重要，是不是？跟着太阳走比较好，光明的脚步啊比较近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天天跟着自己走，太阳把太阳丢到哪里去都不知道，知道什么都行了，知道太阳好，事情对你有威胁了，发生了，有损失了，很多的不如以前，不如别人，不如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想，如果没有人点你，你都忘了，对不对？那有今天太阳升的点了，点出来了，你就要知道，好，追着太阳是我们的福气。